Patient 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医生，医生英文是 physician。他们参加这些什么 HMO 啊什么呢？每一年要付的费用，因为他要在他的网络下面付这个钱嘛。我问你啊，如果有一个家人，他快死了，他要那种叫什么 care？Hospice HOS，PICE，PICE 可是如果他跟死无关的，有一个家人，他要经常的物理跟死无关的，不是 terminal ill 的，我们叫这个叫 respite care，哦，跟死无关，就是说不会死去。不死的。哦，跟死无关，respite 是什么意思？Respite 是康复哦，respite，哦，respite 康复，哦，中心，康复中心，他有没有 nursing？有，其实有，可是重点不是用这些 nursing，跟 nursing care 呢有一点点不同。nursing care 呢是有 nurse 的，Respite 有没有的？没有，没有的。